为什么？是他。失望。你们就是武工队的吧？ 怎么就你们两个？王亮去哪儿了？他的刀法很快，不要轻易出击。让我机会啊，赶紧走。谁？冬天新发。还有你，刚猛有余，而人形不足，招式先举，门户大开，破绽百出。十招之内，我必杀你。行。 哪天我有空来杀我。休现在！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冲田星八先生。古墓武雄在此恭候，请多关照。 知道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吗？老程，你这伤没事吧？小意思。 马上回去找他们，去西园，必须带鬼子这些赶到。走。太监，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一直盯着呢。您误会了。他是不是告诉武工队，医生去看戏了？没有。 你在说谎之前，不该看他一眼。武兄，你为什么在这里设伏？因为武工队长王亮身负重伤，要到这里来找蔡医生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设伏。差一点就抓到他了。你是在怪我出手吗？是，不然我们就开枪了。罢手！快向长官道歉。傻瓜。 是不用道歉的。天目监会。 你的黑风族，虽说是华阙球队，但也比一般的军人强大很多。可是偏偏为什么敌不过那些小小的八路军武工队？武工队实在是太紧张。靳东城来了大日本第五师，今后的治安一定没有问题。我这次来的目的，是为了报恩。等杀死王亮和武工队之后，我就走。 可是我万万的没有想到，配给我的所谓精英，竟然那么的无能。我们无能，请长官指示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杀死那个医生，王亮，才能逼死武艺。王亮一死，他的手下就会群龙无首，心智完全的崩溃。只要你们再用一点点力。 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可是那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为什么做的那么复杂？我们马上去玉明妓院抓蔡医生。是杀。嗨，杀。加藤，你马上带人搜索附近。
所有的旅馆和驿站，凡是见到躺着不能动的，立刻就地枪决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们绝对不敢带着王良到诊所，但是为了方便治疗，他们只会在附近隐藏起来。去吧，一定能够找到。哎，但是长官，这样做会不会错杀太多？我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错杀。就算把全中国的人都杀掉，我也不会吝惜。丰田先生，白川参谋长，请你立即回司令部。胡兄，我要提醒你，你和秦牧在去抓捕医生的时候，如果认不出来，一定要把剧院里所有的人统统的杀掉。明白。走。没事吧，老陈？没事。哎呀，别说这么多了。哎，大夫呢？他不在诊所，在玉明戏院。那赶快去找啊！别急，胡哥，这次行动啊，咱们要分头。狐狸、老薛、老程，咱们四个去戏院看大夫。啊，你和美兰留下来，王亮的安全就靠你们了。你放心吧。